对面这种很怕凯兰加，凯兰加洛去冲呀，冲就死了。必冲死两个，破王捡灵魂。因为他们洛去冲后排的话，没有人可以灌输出第一时间，就凯兰能灌。说那么多，就老黑，谁不知道还要学老黑啊？说那么多，最想要的这边，哎，小明，但是有扫描，有扫描没屌事，多个人跑了，是的，差点这波冷静啊。跟你跟韩冰玩一下，你就走不了了。干嘛？就是不让你吃这个兵，就是不让你吃。哎，搞杰斯吗？不想再来了。Angel 这个位置，对，这配合，给机会喽。一个双飞，轻舞成双飞过去，接个 W。谁的头啊？是不是彤彤的头？是彤彤的头。不是吗？那也还行。这波目标很坚决啊，就是杀你没闪的人。其实树宝都过来帮你解线了，你把兵给树宝算了嘛。哎，这波搞完，哎，我的老子可以打钱了，我操，我不怕了。哎，小虎没闪了。不是，这下路如果死了飞了，干了红白刀的，到处放大了，决定游戏胜负的一波。如果这波被双杀飞了，干了再顶大树等他。飞了，这下双死了，必双死了，起飞，飞了，飞了，下路起飞，飞了。大树两个，也行嘛，飞了呀。恶匪留着红白刀吃打皮是这个原因，恶匪留着红白刀把你越了，他吃飞。树宝现在真的有点肥，树宝，这炸一下不得了。对，十一分钟制装备，树宝。哎不，松松先吃一个，掉进去。树宝真的有点肥哦，树宝，树宝要放大招了。来了，彤彤，彤彤，大树要背彤彤吗？大树先放个 Q， 很聪明，交一个闪往后面撤，杰斯一爆再一个背，大树这波操作非常合理。笑死完了，烂了呀。烂，微博机阵容选了烂，二比一没问题啊，安吉二比一。这几个队我们比较了解，所以他阵容选出来，我们基本知道了哪边会赢。基本上是判断没错的。对，有些队他妈的不了解，就很明显的像安吉很舒服，嘎啦无敌的局。耶，有赛，赛宝，我操，赛宝，天空盘龙这一进来了，哎，有什么所谓啊？但是这天空要被换啊？啊？就进来了，基地真爆了，小明这个剑，基地真爆炸了。小明，寒冰玩出泰坦的感觉，快远程泰坦，赛宝死了这一下。安吉搬两把下有赢的吗？不要搞那么麻烦嘛。反正我最近玩打野打排位，十把最多帮一把上，最多帮一把，除非是那种苏苏啊，苏苏啊，还要秒苏苏大头，碰到两个大苏大头，变成大苏人头不是好消息啊！一个暴斩队友还要再打吗？这个时候三百七跟三加，什么玩意儿啊？他这玩意儿逮到了。Angel， 大安老师啊，风龙还不错的，热菜皮，热菜跟三皮，人要疯了，来嘛，吹一个，去把嘎啦吹回来。没队友，没队友，赛宝，就是玩 W， 就是玩，摁麦。但是真没有大树啊，这逼大树，但是位置没抢好的大树，位置逼了。哎，落这个还大树，落是输了，也很帅。我操，小明这个耳机能放得漂亮啊！小明，这边还要再打吗？死了路还要打？哎，这下出招了呀！但是好像很强势啊，微博机哦，微博机凭什么这么强势啊？哎，打招怼炮吗？这还能打吗？啥也没打了。哎，微博机为什么可以这么装啊？因为老黑在顶前面顶吗？想明白了，对啊，你装吗？装什么？想明白了，你再装，对啊。那凭什么装？这几个没人妈的真的装的，我操！装是看的，现在死个路装什么？破王过去要被偷啊！破破王，这么帅吗？那我不行，毙了嘛！我毙了补血，我随你。算了吧，我感觉微博走吧。不是，刚才三人就往前冲的。哎，那个吃了一炮，没血了。正面还有大叔的儿子在那。来人，再回城，你还要玩马走赛？要抢，想抢，抢，没想到。哎，安老师的，那不就是那个吗？干嘛嘛 ，Angel？ 上嘴里。我，哎，打到了一啊！我操，没断。我操！我干嘛吃人？我操！这么色吗？我操！小明，亏贼有挂，这人一炮这么远，是吧？还没一定是 M 去。我操！小明，金白脸了，小明金白脸了，开始金白脸。暗照旧照，小虎也照，双照旧照，旧照掉了，旧照大叔开大千打龙魂，旧照出冲雷了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开大叔啊？开大叔怎么的？正面怎么说？那不是死完了？开大叔肯定送完呀，还要怎么说？三人原地喊了一下，卡萨又空大，卡萨先送了。我操，三人蹦撞上去一个爆 Q， 天宫，开大叔自杀的，没意思。虽然说开谁也爆赢，仁川多少连败了？哎，中了啊！下兵，龟龟，提前搬吧 ，MVP 提前搬吧，先把图做了吧。
哎，这边嘎啦，这边撞了嘎啦，好像又那个了，又不对了，又走，等一走一下，要玩一会儿，要玩一会儿，小玩一会儿，嘎啦了个大头，有三角六人，有三角扩大战局来了，开啊，这个不能接上呀，这是嘎开了，是正面，别落不能绕头，落就在正面开就完事，队友好跟，就一队友直接打 W， 对，打闪 W， 哇，伤害有点高啊，一炮把刘松打残，哎。他出来了，惹菜死了，但是能换个灵魂吗？能换个灵魂吗？中箭了，毕竟卡莎这个位置变不出来，卡莎逼二的，好气，瘦呀！我说逼二的现在肉的像智障一样，肉的，我的一变身加速无敌了，杰斯号这个问题很大。哎，去拍脸，也是去拍脸，他那个地方好像挺屌的，拐了一下，贾亮和葛兰塔，不屑，是玩着玩着 Angel 要无敌了，就是这样的呀，有队友给他做引子，知道吧？你跟他玩，大老师给你脸的。金身躲拔毛，给你脸了。把下路流传。中下零四，三个零二四，等着通电。塞把微锅吧。等着通电。其实看到的时候都是 K 的。他俩把剑中的有点伤，太伤了那下中。你说这样中剑，不是那个也不怪他，小明太屌了。哎呦，差点又是一剑。都是你看五难道没分。他俩配一炮加塞恩单吃。被弄坏掉了，我操，被弄的。我觉得这把除了惹赛就是小虎最干净。哎，反正我觉得一只红，要不要带出来了？要不要宰出来一只红？一只红这个破败王应该不怪他，我良心说，这个破败王在里吧。还有这个洛其实真完蛋的吗？很绿色，这洛绕后洛都是绿色的。我操 ！Angel 春哥顶起来！我操，上嘴嘞！我操！安老师。小虎一把 MVP 这果然送安静的，嘿，零二五呀，来吧。剧情跟我想差不多。Angel， 你是什么行为？你在这里是什么行为 ？RNG 火了 ，RNG 只要小明找到状态就火了。Angel 金修他可能性啊，而且不小啊。是的，六杠七能打了呀。状态好呀，主要是。干嘛？清算了，开始清算。像斗牛士那种吗？这下去。看着确实玩情商的。不会读秒了吧？开始。哎，冲高地这两个确实死了。哎，没事没事。就玩呗，哦，没空去。如果杀了人，绝对要罚款的。不是，老子世界是我绝对冲了。队友跟着我上，他先干的，三人先干的，我绝对冲了。老卢卡冲的呀，对。安老师，哎呦，小虎，哎，小虎也得笑，小虎笑麻了，一人来一下，嬉皮笑脸。